到大，我的头发一直都是母亲帮我剪的。母亲从国小毕业之后，就被送去学习理头发，曾用她手里来回剪动的理头刀，养活我们全家四个孩子。虽然父亲在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就离世了，但母亲就像为我们把多余的头发剪掉一般，不让我们多一丝一丝的烦恼。以前请母亲帮我剪头发的时候，会因为贪看电视，催促母亲要剪快一点。现在已经37岁了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繁重的工作，才知道要把握一次又一次剪头发的难得时光。因为现在自己的头发越来越少了，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在母亲每一次细心的推剪修当中，我们会聊着妹妹的病情，聊着姐姐的近况，聊弟弟的婚姻，聊自己的家庭。在每次的言谈当中，都有母亲的处世智慧和满满的爱人如己的价值观。母亲节到了，我要对我所爱的母亲说声母亲节快乐。我要代表台上的兄姐们，向底下的受尽的妈妈们说声谢谢你们的慈爱和照顾。我们的环境虽然都不是最优最好的，但你们给我们的爱却是最充足丰富的。求神带领你们一直平安健康，求主耶稣赐福保佑你们。